嗨，千娜，好久没看到你，很想你耶。我对你的印象就是你永远都是笑口常开，然后就是跟我一样有很魔性的笑声。跟你拍戏的时候，我们两个都一块玩，也特别开心。现在知道你12月21号要发片了，第一张台语专辑《杂波音娜》，然后希望你这张专辑可以很顺利，让更多人听到你美丽的声音。头走，沉醉的头走。